属牛的。是公职工作的属牛人来说，个人工作能力将会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每一笔开支，避免陷入入不敷支的困境。属牛的人2025年在感情方面运势。在2025年，属牛的人会受到华盖星的影响，导致桃花运较为淡薄。单身属牛男女会感到恋情追求的意愿不强，恋爱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比较缓慢，选择面也较为有限。这意味着生肖牛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等待，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对于已婚属牛人士来说，也需要注意因专注于事业发展而忽略了家庭和感情生活。
生肖牛可能会面临夫妻关系的冷淡和疏远，导致对方感到孤独和被忽视。因此，属牛人需要更加关注家庭和夫妻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保持良好的感情关系，共同度过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在这一年里，属牛的人可以通过更多的关心和关注，以及共同的努力和理解，加强夫妻间的情感纽带，保持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双赢。属牛的人2025年在学业方面运势。对于属牛学子们而言，2025年将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学习之年。命宫中的华盖预示着良好的学业运势，对成绩的提升和考学都非常有利。这意味着只要生肖牛努力学习，就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实现自己的学业目标。同时，你们将会受到一些有利的影响，这些影响将会激发你们的学习潜力，使你们更加专注和努力。此外，生肖牛会遇到一些优秀的老师或者学习伙伴，与他们一起共同学习，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另外，生肖牛会接触到一些新的学习方法和技巧，帮助你们更有效地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率。属牛的人2025年在健康方面运势。2025年，属牛的人将受到白虎凶星的影响，这意味着你们容易遭遇一些意外红伤之事，如磕碰、开刀等。因此，属牛的驾车人士要格外注意道路安全，避免进行高危险的运动，以免发生意外事故。为了减少意外伤害的几率，在踏入蛇年之际，属牛的人可以考虑献血来化解轻微的血光之灾。献血不仅可以帮助他人，还可以增加自身的健康指数，减少身体受伤的风险。此外，生肖牛还应尽量远离具有攻击性的动物，避免被动物咬伤，从而避免潜在的伤害和不必要的麻烦。除了避免意外伤害外，属牛的人还可以通过加强锻炼和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从而减少意外伤害的发生。定期进行体检，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如规律作息、均衡饮食等，也是预防意外伤害的有效措施。